怎么办？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他斗气很平稳啊，怎么就不行呢？这下完了，主力都瘫痪了，他这练的什么功啊？林秀雅估计也不行了。我有个办法，把萧炎哥哥抬过去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说他能参加，那就一定能参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啊。林秀雅不在，我们四打五还有胜算。万一萧炎不出战，我又是个废柴，我们还是弃权吧。哎，说什么？说什么脏话呀？抬。像是笑话，就把咱们给笑话死了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他没在擂台上也没办法比赛啊。那给他抬上来也不能放第一个呀。那我们就变阵，把他放到昊天的位置，我打头阵，你第二个，昊天殿后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还能帮把手；要是醒不过来，放在后面也没事儿。行，兄弟们早啊。萧帮主，萧帮主，萧帮主怎么了？哼，吓晕了是不是？是。他在练功。现在练功，来得及吗？我大老远看着他们。抬着尊佛爷上来，萧帮主倒是有模有样啊！哎呀，你萧炎，救何家的人吧！怎么就你们四个人啊？他到底怎么了？还打不打了？他会醒的。要是一会儿他醒不了，你们可就是三个打五个了。你们确定不换人？我再说一遍学院约战的原则：刀剑无眼，拳脚无情。若是在比赛中出现有重伤或是导致他人死亡的迹象，我会出手相救，
除此之外，裁判一律不会干涉。好，我检查一下你们的武器。昊天，你的武器呢？啊，这就是啊，攻防兼备。嘿嘿。
帮你打